怎么样？很好。还有呢？很好吃。还有吗？嗯，当你的中国朋友问你这道菜的味道怎么样的时候，你只能勉强地憋出好吃、很好，再也没有别的词语了。还有哪一些更地道的短语能用来形容美味食物？很美味，美滋滋，味道真好，香辣，咸香，香甜，味道浓郁，让人回味无穷，食指大动。口感上又怎么来形容呢？脆脆的，有嚼劲，软绵绵的， Q 弹的。告诉我，你学会了吗？